pots and peonies, lazy days among the trees and grass. Humming to our favorite tune,有了绿色之后就变得更漂亮，好美！红树树吹喽！有灯？可以，我们会了。蜜橙，我们直接复制贴上。我们现在就是复制贴上，加上记忆力大考验，记忆力大考验。现在是先放了一个，没错，在底部要半个指甲，半个指甲。你喜欢水果吗？超喜欢，我超喜欢吃甜的东西，真的。所以我刚刚看着煮熟肉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说啊，好想吃，好想吃，就是很难专心。好，先比个 OK， 转脸，这个要转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软蛋。哦，右手是右撇子，中间全部在补丁，全部都。我们补救一下，我们只要求最终的结果很像就可以，没错。Have to put the wrong press. You can press. See. Then turn. Ah, 对啊。你看我们记忆力烂，才刚做完。然后再填满中间。继续。快点，怎么突然加速？哎，你超速了，小姐。Yes， 真的可以吗？啊，还有中间，好，中间，第一个，哇，可以，上脚没三颗，哎，其实也就三颗，没什么好高兴，有十六颗吗？对啊，对，哇，哎，还有蓝莓靠边，然后这里的有点丑，哎，是不是？啊，穿没了。我们的是哥哥，就是妹妹。我们超级一百分的话，你可以帮我们打几分？87.5。是吗？我以为他会说99，我以为会说50几，就很没自信。可是我们如果就是其他都奶油，是不是会亏钱？对。This part is very beautiful. This one beautiful. This one. 啊！就是那个，我就是那一颗，不是有一个。创意在，你刚刚说这是奶油森林的感觉。Yes, you got it. 创意料理，创意草莓蛋糕。这个太陡了，你是不是走错路了？我们是要去哪里啦？这个其实真正的水平现在是这样子的。对啊，水平现在是这样。现在有没有 Michael Jackson 45度？我们要去找一个酸甜的东西。哎，怎么感觉找到快苦辣了？唔知啊呢，哎呀呢，什么东西酸甜又在山里面？不知道，酸甜的梅子。哎，梅子有可能。李子，李阿甜。哎，甘生滴，甘生滴，甘生滴。凤梨也算是酸酸甜甜吧。哎，红来吗？龟苓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他叫我向右转，我这个怎么转呢？先一个小左再向右，所以这边应该有吗？先一个小左再向右，会不会看导航？会不会看小地图？每次这样看小地图都不看，都一直冲，一直冲。对，你踩到机会，你是捡到枪是不是啊？做一个很像玫瑰花的苹果派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百香蜜苹果的花派。好，那赶快做。这个就是原味的那个鸡蛋。对，这个就是原味的。好，
后你只要就挤上薄薄的一层就好了。Then we're gonna put this one. This one is a compote. It's apple, mango, passion fruit, banana. Try to spread. 是跟外面的皮平行吗？平行就好。超过的话会亏本。要拿捏，要分寸。One flour, it's about 15 slices, 14 to 15 slices. So first, you put one, two, 叠在一起。Three, and we roll it.卷起来，花苞，花苞嘛，你put in the middle。嗯，我之前在家里有做过这种水饺板，水饺，水饺板做成花吗？对，哇，太有才华了吧！它一样就跟这个一样，是用水饺皮，然后上面放一点肉，然后卷起来，它就变成水饺花。哇塞，哇，好漂亮啊，很美啊，很漂亮。哎，大的这样子。大的会有七朵，七朵花。我们直接从花怎么从花开始？哦哟，哎，这个很明显哈，很明显的吧？哦，难道你会是什么榕树采竹笋吗？啊，难道会是什么猎山猪吗？对啊，这个这就姜生低，姜生低嘛，碰柑呐。对啊，是碰柑吗？所以今天是要来算是当碰柑的工人哦。碰柑是橘子嘛？哦，这边就是一个橘园呐。哎呀，来个橘园，给。哦，哇，哎，种橘子一定要种在这么陡坡的地方吗？哎呦，哎，这个是农业局的长官吗？是局长吗？强哥啦！哎呦，我是强哥，强哥，强哥，我是强哥，一看就知道了。哎，局长哦，就搞错干嘛？错干嘛？叫做错金强，错金强，错错错金强，就搞错。强哥，强哥，错，干嘛是用？我们想出来哦，出来的孩子啊，没当出来。哎，这个东西就坏掉了。它的地头是要留下来。对，地头要留下来。哎，这个才品质才确保到市面上以后才不会这个从这边腐烂。这个细节很重要。对哦，那我们今天要来找达人，已经找到了。对啊，这局长啊，局长还有另外一个达人。你们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詹老板，我们达人，老板你好，老板，老板你好，你好，来来，站中，局长站中间，来局长。哇，会当请我两个来打工的艺术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啊好啊。阿边那到啥岗？就是帮忙捡橘子，哎呦，好不好 ？Q 干嘛？我出两个考题啦。好，是是是。碰柑嘛，在台中啊，什么季节，哪几月份最好吃，品质最好？季节，什么季节？但是现在一年四季都买得到啊。没有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吃过有产期啊。有标准答案的。当然有啊，最好成熟的季节就是最好吃的季节。哎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好，你先，几月到几月？春天，十二月到二月，十二月到二月，春天嘛。然后我觉得是吃螃蟹的季节，秋天，秋冬。那我们几月到几月啊？十一月到一月，秋冬啊。我马上就被答对了。春天太慢了，冬天、秋冬比较适合。因为我只是照着那个，就是你会想吃橘子的时候了，秋冬的时候你的食材吃的，比如都是一些比较重口味的啊，有麻油类的啊，比较补身体的。那你就想要吃一点点酸甜酸甜的东西，吃进去稍微解它的腻一下。我只是照这个逻辑。为什么是秋天比较好吃，老板？因为秋天是日夜温差大。哦，对，橘子的成熟度刚好是在这个季节。哦，日夜温差大。有意思，还有吗？还有别题吗？请问，台湾产量最多的碰柑的产地在哪里？哎，你都已经好，让你这一题再答错的话哈，我跟你讲就回家，真的哈，资格站在这里，真的吗？都是台中啊，台中对啊，我眼睛就看到了，台中东围嘛，加东围，加东围，东西啊，台中东西哦，新社还有丰原，丰原东势是不是？哎，最附近的山城一带都是碰柑的品质最好、产量最多的产地。哦，其实我们碰柑要在什么样的地势？比如说都要像这样，对，山坡，这个就很标准的种碰柑的一个地形。哦，有山坡地，排水好，日照充足，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最好的碰柑的。哇，懂了。嗯，我发现种碰柑的农夫们啊，其实也是很辛苦。很辛苦，每天要这样爬上爬下，对，没错没错，很辛苦。还好今天有我们，对，来帮忙，帮一点小。对。啊，刚才只是知道要用剪的，除了用剪的，还有其他的美感吗？现在的橘子大部分都转色，都转的差不多，成熟度够了。嗯，应该是绿的小颗的不要剪，其他的都可以剪。哦。
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哎，刚我们这样只有一人赢一题，哎，那不然刚好两题，那不然比赛剥橘子多快啊？剥橘子不难啊。哎，谁快？剥开而已。好啊，谁快？来，自己找一颗，自己找一颗。预备哦，预备开始。还有完整度哦，哈。你先帮我拿，等一下。我帮你拿。不是我帮你拿，我还说好，为什么我要帮你拿？啊，你掉了，你的皮掉了啦，你的皮掉了。我好了。啊。那老疼老干。我好了，对不？啊，那一档，哎，那一档吧。还是。你看。好了好了，你赢。讲嘛是关赢。但是辉哥人是真的很好。吃一口。哎呦。这有什么疼的？这甜嘞，好甜哦。这个自己觉得好喝哎，几回这样栽培的，而且它酸的刚刚好，生低要生低这样子，它不会让你酸到哈，好像咬进去也会，对，不会，完全就是哎有酸，糖酸比是黄金比例，黄金比例，哎，这好，这个是，嗯，真的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也真好吃哎，嗯，尝过吧，嗯，来，加多少粒？一人一篮了哈，好，好了，上工了，上工了。就是剪到它那个粒头，但是不能让它太多，也不能让它太少。但我们需要留叶子吗？不要，一直不要留，把它太长了，太长了，剪叶子剪掉，叶子要剪掉，这样。哎，对对对 ，OK OK OK。哎哎，在偷教什么？我没学到。第一刀，我们先留叶子，然后再把它修剪，对，平整，整平了。啊，为什么不直接就不要剪叶子就好？剪到果肉，这样剪果肉，你没有办法这么准剪，会剪到果肉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这么准，果汁啦。真的吗？剪一个来看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等一下就剥橘子给大家吃。来，我剪这个给你看啊。我就是这么准，我就是这么准，我就是这么准。哦，那个可以，你就还是太长，哎，刮到了，还是太长，是不是？对。我看这要剪到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上去不会刮到皮肤啦。哦，好吧，我还是照规矩来啊。对对对对。这样子，哎，先剪这个标准，然后这样子，哎，有吗，辉哥？哎，可以了，哎，真的，哇，有了有了，有感觉了，懂。哎，啊，像他这种双胞胎的要怎么办啊？就慢慢把它剪开啊，想办法。哎，你剪刀拿错边了，我这样子，错了错了，要这样子拿，哎，剪刀要这样子拿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要这样子。剪开，对，小心的，来慢慢剪开，这样就好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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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懂得，这个很难剪，我这样。对，局长，你可以有困难，好，你去逛逛橘子园，然后其他这些交给我们就好了。好，这个工作你放心啦，这我们一定可以把它处理得很好的。你们现在一剪也好，我是来打工，这高温就好，高温就好了。你去遐单价。啊，那像这条安尼是几分熟？差不多七八分熟。七八分的。七八分的。啊，那像安尼嘞，安尼嘞，这差不多九分，熟一点九分熟，差不多七八，那个稍微七八分熟。安尼嘞，五分。没有了，这也差不多七分熟。反正绿的不要采就对了。对对，太绿的不要采。我懂了。哎，哎，这一颗其实是漂亮的嘛。这一颗，像我们挑橘子的话，对，像这一颗就稍微硬硬的，这边就会比较干米一点。对，有干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里面的汁会比较少一点。哦，但是一定都要挑到饱满。对。但是如果过黄了，那也那好吗？这样嘞，这样。过黄是不容易储存，但是它的成熟度是。够的，还算好吃。回去马上吃可以挑超黄的。对，那如果要放一下，就不要挑那么黄。这一点熟哎啦，哇，这个好熟哦。我找到一个跟奇妈差不多熟的。不乱讲，我找到这一颗比奇妈还熟。比一下，没比吧，没比一下。看是你比较了解奇妈，还是我比较了解奇妈？我真的很熟。真的吗？对，我熟到出汁。哎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呦。你的哎，这一颗比较熟哎，可恶，豆哥的比较熟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光看你的那些社群网站发文，我就已经知道奇妈这么熟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你看这毛细孔好粗大，是奇妈没有错。喂，你要说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橘皮确实是他，这个太光滑了，这个不是，这其实全熟了嘛，这个其实差不多，嘿，快熟了，所以现在就可以吃的，对，最好吃了。是这个熟的，看感觉是怎么样，应该不一样。这二橘真的好吃。哦，哦，我好像在喝一杯很浓郁的橘茶，嗯，它怎样？酱到，太好吃，酱到哦。哎，那个汁
太多了啦！哎、欸，它这个酸度几乎快没有了。对对，几乎没有酸了。而且它用回甘，你真的喉咙会回甘、嗯，很舒服的感觉。哇、哦！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水分也特别多啊？对啊，好好吃哦！哎、欸，这个选手的真的厉害，厉害对不对？嗯嗯我们现在倒橘子吼，我们要慢慢倒哦，因为这橘子吼怕它的表皮会受伤。克熊，克熊，我倒，我先示范一次好不好？好，就是手要拖着，手要慢，对，哦，因为这都可以换钱的，哦，不能受伤。懂了。要手，哎哎，虎尾，哎，手拖着，要温柔，对，哦，这差很多，因为这个克胸的派气啊，对，它有克胸的派气啊，对，就会烂掉了，对，你会开吗？我不会，你不会，刚好我没有开过这个，你没开过，那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不要吧，我先看你怎么开，我下次来，下次开，下次哈，你先教我一次啊，我们要去出货啊，我们要去出货，那个发动在哪边？你还跟我说你会，发动在这边，这边有钥匙，嗯，还要拉一下，刹车松开，往前开 ，Go！ 很有力耶！哎，这小牛车这就五百了，对，非常有力耶！开不快嘛？开不快，但也但不要那扛着那扛，再怎么斜都上得去，上得去。只要你车不要倒就好。哦，对啊，你看到像这样坡度这么慢哦，但它就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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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喽！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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